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晚上好，又开始我们法乐禅修园的所缘开示了。今天我们想在开示之前问大家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我想问问各位贤友，在你们的心目中佛教是什么？你们把佛教当成什么？请回答。请回答。还有呢？还有吗？现在在社会上对待佛教，看待佛教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由于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多数都是把宗教、把佛教当成是鸦片，也就是鸦片论。在八十年代，当时赵普老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普初就提出了佛教是文化，然后佛教是文化这种文化论呢，就一直都影响到现在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佛教文化，比如说佛教文化院啊、佛教文化圈啊、佛教文化产品啊等等。然后又有些人说佛教是一种教育，有些人说佛教是一种生活。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佛教，但是我想要问的是，作为一位佛弟子应该怎么看待佛教佛教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存在，或者最根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作为佛弟子，首先应该把佛教当成信仰，同不同意？同意。为什么应该把佛教当成信仰呢？我们想想，佛教包括了佛、法、僧这三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也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我们把三宝当成是什么？三种归依处，萨拉囊。萨拉囊的言义是庇护所、避难处、安全处，是我们的归宿。什么的归宿？是心灵的归宿，也就是它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只是把佛法僧三宝的法抽离出来，我们会强调的是智慧的层面。如果呢，再把这种智慧的层面再俗化，就变成了文化。很多人可以把佛教当成是文化当成是一种传统文化当成是一种古文化，当成是一种印度文化等等。但是只要把佛教当成文化，那么它就与信仰无关。它也许是生活的点缀，是文化生活的一种调味品。就好像现在很多社会上的那些人他
生活在文化当中啊，有这种文化，有那种文化，啊，饮食也是饮食文化，家居有家居的文化，娱乐有娱乐的文化，啊，旅游有旅游的文化，啊，那对佛教来说，它也是一种文化。这样的话呢，啊，文化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些人就借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去谋私利，好像现在各地都去利用佛教来搞形象啊，搞旅游啊，开发经济啊，搞创收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打着佛教文化来赚钱啊，来甚至是损害佛教形象的一些商业行为，这也就是把佛教当成文化带来了一种副作用。当然我们应该肯定，把佛教当成文化，它是一个在历史特殊的阶段一个转折的很好的过渡，但是文化它毕竟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如果过度的强调佛教是一种文化，而没有把它当成是心灵的食粮的话呢，那么虽然它更容易给社会上各个层面的人认同，但是它没有去发掘它本身应有的作用。因为信仰是人的一种正面的心灵的需求，人他是有追求的动物，高等的动物，它跟一般的动物不同，一般动物它只是满足于饮食，满足于生存就足够了，但是作为人来说呢，它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它会思考生命，思考人生的问题，所以人需要信仰。信仰是一种希望，信仰是一种理想。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就会有理想，因为他知道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他有一个崇高的标准和圣洁的追求。因为有了理想，所以他对人生也更有希望。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里有了信仰，我们就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有归宿，或者说他就有安全感。现在很多的人由于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等等，特别是现代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度已经降低，道德贬值，所以现在的很多人都缺乏内心的安全感。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信仰，他的内心就有归宿，有归属感，他就会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而作为我们佛弟子来说，更应该把佛法僧三宝，把佛教当成是我们生命旅途当中的归宿。因为在漫漫的轮回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死的流浪儿，在漫长的轮回当中，我们一直都是在寻找，在寻觅着生命的归宿，在寻找着心灵的家乡。但是我们在不同的生命当中，我们皈依了不同的对象，有时候我们皈依上帝，有时候皈依天神，有时候皈依鬼怪，有时候皈依石头，皈依山川树木，皈依山河大地，皈依日夜星辰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皈依。有时候我们皈依以某些人，甚至
现在很多盲目的人归以物欲、归以金钱、归以名利，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坚固的归依，这些归依都不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获得解脱，都不可能让我们的烦恼得到解脱。而唯有佛法僧三宝，它能够指引我们迈向人生的解脱。佛陀是一位觉悟者，是一位解脱者，他教导的法引导着我们走向解脱，而僧是已经解脱和正在前往解脱之道当中的这些榜样，这些同伴行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以佛陀、以正法、以僧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心灵的皈依处，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寻寻觅觅，不需要在生死的旅途当中继续徘徊，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在这条解脱道上。有些佛弟子他说，作为佛教是一种信仰啊，谁不知道啊？我也是有信仰啊，我也是信佛啊。但是，如果你敢这样说，你对佛教有信仰，那我想问你，佛法僧三宝在你的心目中，你的信仰有几分？10%？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佛法僧三宝吗？可以这么样说，只要我们还不是圣旨，我们对佛法僧三宝的信仰都还有可能动摇。唯有初果圣旨跟以上的圣旨，才可以说他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是绝不动摇的。而也正是因为一个人只要他对佛法僧三宝的信仰到达了毫不动摇的地步，他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佛弟子，他才可以称为圣者。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都要不断地加强自己对三宝的信仰，不断地坚固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因为我们对佛法僧三宝要么是通过听闻的要么是通过别人劝说的要么是通过自己寻找的要么是自己糊里糊涂的建立的信仰，这些信仰往往都不可靠，唯有通过亲证，唯有通过亲见，这样建立起来的信心才是不动摇的。当然呢，相对于很多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有信仰的人是很庆幸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那他的生活很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到处流浪，今天在桥底下树过了一宿，明天可能在某一棵树下过了一宿，但是到底哪里是家乡，哪里是他自己的归宿，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都糊里糊涂。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这模样，就像这模样，他的人生目标是糊里糊涂的，或者说他认为说赚钱赚的有钱，我就可以有钱能使鬼推磨。又或者说，一个人认为说，人生就要吃喝玩乐，这些其实都不可能称为信仰。
只能够说他的物欲追求而已，他是一个以一个衣食的工具，是糊口的机器，为了生计的机器。但是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要在内心当中真正建立起佛法僧三宝的信仰，真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把佛法僧三宝当成是皈依处，当成是安全处，而不仅仅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当成是一种文化当成一种科学当成一种教育我们应该把它当成是心灵的食粮，把它当成是心灵的皈依处。这样的话，我们是用生命去信仰，去遵循着佛陀的教导，而不只是从口头上或者只是从某一些行动上。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忙碌，生活有很多的压力，工作也有很多的压力，那更需要心灵的依靠。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人生而为人，先天性我们就必须得找一种归宿，我们需要有依靠，也就是说，人他就有安全的需求。一个小孩子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回到他的家，他有安全感。等到长大了，他需要建立家庭，认为家庭才是一种安全感，但是这些都是身体上的安全感。即使一个人住在很安全的、有很多锁、很多围墙的豪宅大屋里面，如果他的内心空虚的话，他仍然缺乏一种安全感。但如果一个人内心有着坚定的信仰，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哪怕他走在路上，他坐在树下，他都会感到内心很踏实、很充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安全感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现在我信了佛，我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自己的信仰到底有多大的比重，我们可以自己去问自己。如果你对佛法的信心越强，那你会越有安全感，你越不会在乎于自己身心的问题，不会在乎于人际的问题，甚至不会在乎于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挫折，事业上所遇到的一些挫败。如果你是真的是内心已经建立了坚定的信仰，那你甚至可以说，我什么时候死，我都不会害怕。你可以连生死你都不害怕，更何况你还会害怕黑呀、害怕黑夜啊，害怕孤独啊。所以我们建立信仰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把佛法僧三宝当成是自己内心的归宿、皈依处、安全处，不断的加强它。如果信心、信仰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起到主导的地位，这个称为性根。佛陀所讲到的五根，第一个就是性根。佛陀讲到的在家人的五种素质，第一种就是信心、信仰。当这种信心、这种信仰不断的加强、不断的稳固、变得坚定不移的时候，就称为信力。也就是它是一种无穷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战胜生活上的问题，战胜身心的问题，战胜人生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信心当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或者说我们不会太过于在乎我们
发生在身体上的问题啊，发生在心灵的问题，发生在人际关系的问题，在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之所以我们经常会有很麻烦啊，身体的这里痛那里痛，啊，心灵啊这里不是那里不是啊，人也是啊，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是，啊，环境也是啊，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太脆弱，我们的信心太弱了。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强，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小问题不当成一回事，这些都不算得了什么，因为你的内心是踏实的，你就不会太过于老是去挑剔外在的东西。所以，让我们把佛法僧三宝当成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把它当成是我们人生的保护处、安全处，让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再成为生死轮回当中的流浪儿，让我们每个人尽早的找到心灵的家乡，找到了人生最终的归依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对佛法僧三宝建立坚定的信心。并依照佛陀的教导，一直勇往直前的朝向解脱的目标前进。祝福大家！三三三，伊当咪布娘，阿斯瓦克呀，瓦杭好多，伊当咪布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吼都，玛玛布尼亚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咪，帝萨贝，梅萨芒，布尼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杜，萨杜，萨杜。